Hello, hello, 宝宝们，我们今天吃螺蛳粉。先来嗦一口粉。臭香臭香的。就是这个味儿，馋我好几天了。还有炸蛋，宝宝们知道吗？吃螺蛳粉不吃炸蛋等于白吃。满满的汤汁。太满足了，这也太好吃了。再来一块肉，红烧肉。哇，蘸上这个汤汁，又变得臭香臭香了。高级吃法。再来喝口汤，太爽了。